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吉祥。今天咱们到这个黑龙江边，这个有个崴子，江崴子啊，地方就是说这嘎达是文水区域，然后结冰了，这块都结冰了，然后咱们在这块下一块网，看看有没有鱼货啊，给它下个网。好，现在咱们开始下网去啊。那边过去个人，然后我在这边，然后我俩拉根绳过去去，先拉这一根绳过去，然后再一会儿再把渔网给它从这边给它拉到那边去。给他把这个温水地方给他拦上的，拿渔网。好，现在拉绳。开始放网了。那边拉绳，我这边放网，这个网就过去了。然后下号网就上鱼了，上一个狗鱼棒，哈，刚下号网就有一个小狗鱼上网了，一个狗鱼上网了，呀，这个狗鱼挺不错，嘿嘿，然后顶上还上了不少花痴的鱼，上了得有个6-7条吧，可能，咱们等等再宰吧。然后在这边上，这个冰的边上，看到老多鱼了，刚才一大帮鱼，都是小鱼，就那种小型鱼类啊，长不大的。看这冰底下还有呢，冰一塌下去以后，压塌下去以后，那鱼都压在冰底下了。给你看看，给你，在那冰底下一刨就能刨出鱼来哈，能抠出来吗？应该是能，踩住就行，没事，踩住了它就跑不了了。刚才一踩塌冰，那底下老多鱼了吗？跑了，这功夫跑了，没录上。上网了，看，一个，这边还得有吧？这呢。嗯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。刚才一白花花的一片啊。那我说你不相信。一会儿我上冰上粘粘去，粘粘就粘上网了，就全上网了就。这个我看看啊，能不能捞出来？回来。穿钉子。穿钉子。穿钉子，一条穿钉子。好，我去粘去。压底下了，在冰底下了，压这么多，一个，两个，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这是什么鱼？马口鸭吗？三个，红尾巴烧子。四个，看这一会儿光在这点儿，看这一会儿光在这点儿刨多少鱼，刨好几斤鱼，看，那狗鱼不是，那狗鱼是在网上挂的，这个是在网上挂的，剩下都是在这刨的鱼，真像样。全是鱼啊，这家伙！哎，我操，拎不动了！啊，哎呀，疼死了！啊，拎不动了！哈哈，这家伙，看这鱼，太多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，谢谢你们的观看啊！欢迎没关注的咱给关注一下啊！然后我也该回家了。然后我骑摩托车来的，然后我俩人，然后还拿着这些网啦、这些工具啥的。这个鱼可能拉不回去，拖不回去，就得等他们来车接我们了。咱们下期见，朋友们啊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拜拜拜拜。
了。